纯纯的运气，嘿，只有菜的人才会说运气。菜人怪运气，高手靠怪实力，明白吗？哎，呀，人数有点多呀。我们的行为是正义的。哎，这个变异还不错。平衡终于一切。火速出击。任务指引我的去向。这个变异还不错。就是有两个攻速不太好整。这个肾上腺素变异卡发可老狠了。有点离谱。哎呦！受折磨，有无语。我他妈不玩，我都对不起他。先拿个巨魔，肾上腺素，咔咔一顿抡。现在燃烧！现在燃烧！分裂剑、泰坦银鞋给大虫子，看看吧。你将饱受折磨，永无宁日。其实我应该直接升级，升慢了，兄弟们，升慢了。这个样子应该会更厉害一点。嗯哼哼，嗯哼哼哼哼哼，赢不了吗？我机器人一直 A， 但是他有点肉啊，打不动啊。应急护甲有点肉啊，应急护甲有点肉，75护甲魔抗的太肉了。船长要船长干嘛呀？没用啊。萨比拉拿一个吧，这咋谁也赢不了呢？今晚我觉得很想吃东西。咋办呢？我是先拿羊刀，还是先拿分裂，还是先拿春哥呢？
要不我先拿羊刀吧。巨魔羊刀厉害，虽然有肾上腺素，但是还是费劲。先拿羊刀吧。羊刀怎么没用？羊刀前期有用。连麦还断了，不重要，我们主要是血多就行。铲着大虫子，不拿了，我这变异转有点太多了，我就是不用再拿了，我已经够多的了。好像无敌了，兄弟！我要把他们削到死！好像无敌了。我们走吧。这巨魔拿完这个，直接起飞，直接无敌。给大剑，给攻速。攻速可以出这些东西，大剑可以出这些东西。给攻速吧。好像是无敌了。看我的巨魔，看我的巨魔，看我的巨魔，我切切切切切切切！哎呀！天哪！你在我的王国里！这白玉砖，天哪，太顺了。炸弹人都不要了啊，再升个级直接五变异。这个巨魔可太狠了，锁的甲。将军，这攻速有点多呀。火炮巨魔，那我火炮后期给谁呀？他自己变了，这个不用太着急给吧。在这儿呢，被我拿走了，没碗了。天哪！你在我的王国里！我先给个春哥吧，我也不着急。
我先来个春哥。我们这把，我看看啊，大虫子、卡莎、蒙多，这就三个，这就够了。大虫子、卡莎、蒙多，这三个这就够了。啊，然后我有俩变异转，我给赛恩来一个，完事我再给俊克斯来一个，就 OK 了，其他人都不需要。上加里奥不行吗？加里奥可以上，那他来就上，不来就拉倒。给两个大虫子行不？两学者，两手套，三彩这把，并肩。一二吧，拿装来吧。那给你拿一个，大嘴拿一个吧。羁绊王不拿并肩吗？不拿，我这变异。变异战士没办法击败王，变异战士击不了败王。卡萨丁，摇头卡萨丁。有魔抗拿魔抗，没魔抗拿护甲。那我来个腰带，我不能再拿攻速了，我的攻速有点太多了。好，蒙德医生要去会诊了。真上人啊！我操。蚂蚱咱就不要了，大虫子来个二星呗，大虫子先来个二呗，连胜断了，还是这种精致的，小段就小段吧。哎，红军，战斗吗，老人？输了赛恩就扔了吧。
装备给大虫子早点吃成数，没有他装备呀。你管是右装是分裂银血，这都没有啊。自己来就非常 beautiful， 自己来就非常棒啊，值得奖励。别给铲着，我不要。哎，春哥有了。泰坦先来一个，然后救赎来一个，风哥也有了。完了，怎么四变异了呢？那不行，傻逼了。拉个粑粑，这个赛因先打工，一会儿给他卖了。要个大棒吧，选秀来个大棒可以用。飓风可以给，给大虫子呗，一会儿再说吧。你现在也不着急，我这即刻能变。啊，我没有即刻吗？哦，我没有即刻呀，我即刻呢，我即刻的没了呢，让谁给下了？我操，我没即刻呀，那我玩个屁呀，我即刻咋没了呢？我有点难受啊。这人怎么打不动呢？好肉。哎呦，我那卡莎，我那卡莎吧，看来是不行。大棒有吗？没有。女神之泪，来个女神之泪吧。下波大地一波。
打完野怪大地，哦，下边就大地，打完野怪牌没了，我有点急。咋那么幼呢？啊，威古斯怎么幼成这样呢？我的大嘴儿吐不动吗？好幼啊！还得是卡莎，我发现。给他来个大天使，我让你在那幼。羊刀呢？嗯，羊刀哪去了？这个不要，这个不要，这个不要。羊刀怎么没了呢？哦，搁这儿呢。过载了，确实有点过载了，兄弟们，不知道该怎么玩了。我们走，我可以闻到你身上的死亡气息。给你吧。可以给，都可以给，不行，金克斯二得了。卡莎捡垃圾吧。这个装备怎么给呢？你蒙多不上，不上了，我上个大嘴给俩枪手。嗯，不上了。装备给一给呀。正义飓风，正义先给卡莎上一个，好吧，然后。分裂弓给大虫子了，最后一个传送门给你了，不就完事了吗？我们拉一口上杰西，或者是在这就地吧，给那钱地留个十块钱差不多，我觉得。
那骰子一张五费卡也没等出来，确实有点不应该。捏了得了。没有机器人儿，卡萨给我整件鬼书也行。一枪鬼书，我给点鬼书吧，给点鬼书，有点都能用，知道吧？哎呀，都能用，我操！我挑战我没人给，我只能给赛人，我只给赛人好像没什么用。来点鬼书，都能用。我这科技枪、龙刀、变异、羊刀、挑战的啥呀，全能给。要整的有点迷糊。两个选择，一地大虫子，二上银口上杰西。这样子，最好的防守。锋利的剑，锐利的眼。金克斯的含义，就是金克斯。很快，一切都将改变。应该先吃谁呢？什么时候开杀？差两张大虫子，完了大虫子转圈了。这谁也打不过，这是啥意思呢？骰子相当于让了一个海克斯，那啥也没有，那咋整啊？我给金克斯啥也没出来，我给大虫子也啥也没出来，你这啥也没出来你就很难受啊。那打谁也打不过呢？有分不行啊，这质量这么好谁也打不过。这变异我操啊，这质量好成这样谁也打不过，那能接受吗？那可能还是战勇不行，你知道吗？这个金克斯好像感觉还是没什么用。